各位网友大家好，现在我来到的地方是仙社宫一号出口右转的永丰银行，今天到永丰银行来开户，准备要出国到美国去玩，所以我护照也都已经换成美国的国际护照，等永丰银行办完 Visa 卡以后，我等一下要到胖老爹美式炸鸡汤城店吃炸鸡排还有薯条，很好吃哦，大家跟我一起来这边买来吃吧。我已经走到胖老爹汤城店了，看一下它的价格表，选一下看要吃哪一种的。好，诶，这边有很方便的，好，那我就吃这个好了，吃120块第三号餐，好，三号餐里面有这个波霸薯条，还有胖鸡丁，还有小鸡块加可乐。好 ，Hello， 哎，老板娘，我刚刚去永丰银行办那个Visa 卡啊，我现在肚子饿了，要来跟你订一下那个三号餐。三号餐有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有薯条、小鸡块跟胖鸡丁。好，那你就要等多久？好，那我就到永丰银行去坐一坐，10分钟以后就过来哈。是先付款还是怎样？先付钱啊。好，那你要拿一张那个单子给我嘛哈。120。好。哎、欸，单子来了，来，我的三号餐呢？在这里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、哦、哈。好，谢谢老板娘。好，这边就是那个，过来就是永丰银行的哈。那我等一下就到永丰银行，吃一次再走吧。永丰银行在重新路5段529号，靠近仙社宫。欢迎大家来办 Visa 卡。